密欧，你刮头刮脑，活该你背黑锅。陆锦绣跟罗密欧呢？罗密欧拽着陆锦绣去打牙祭去了。我看，要不然咱们就不用等了，咱们先吃吧。你真那么着急？啊？那你先吃。其实我也再等等也没意见。还等到六年马月啊？敬祖先都没这么个敬法。开吃。你们还真吃得下去？人家尖刀连拿的是钢刀，消灭的是强敌，咱们菜刀班拿的是烧火棍，对付的是耗子。人家一场仗打下来，往上一报，歼敌几十，俘虏几百，咱们呢，就算是完胜，也只能是消灭三只耗子，活捉一只。同样穿的是军装，咋差距就这么大呢？大爷，哟！哥几个都吃着呢啊！就等你们俩了，怎么才回来啊？到哪儿去了？小爷我已经酒足饭饱了，我吃的是酱牛肉，喝的是烧刀子，哎，还敢去喝大酒？想不想穿着军装了？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囚犯。哎，陆锦绣，你告诉他吧，小爷我是谁？少东家，小二养的，吓懵了吧？我告诉你们。山珍海味都不如小爷我的法眼，我能吃这些猪食吗？啊，这些猪食我能？哎，反了你啊！你干嘛呢？他是我兄弟。嘿，怎么着？我也是有来头的。我爷爷参加过辛亥革命，我爹给伪军缝过衣裳。陆锦绣，你扎什么酒疯？我醒酒去。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别人叫你嚷嚷，我嚷嚷的多。我这也说你两句，我。你吃过了还吃？哎，你都吃过了，你还吃什么？让他吃吧。我们也吃。好吃，甜的。嗯，真是甜的，加糖了。只要没加耗子药就成。过瘾吗？贼过瘾，就跟唱堂会似的。上辈子你肯定是名角儿。还是多亏了你提醒我，你还真是有两下子。你别捧我了，那招偷梁换柱是你想出来的。罗密欧抱回来一只猫，那猫为啥不逮耗子？还有，他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为什么会主动去买耗子药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不是闹耗子，闹鬼？尤其是那耗子药，更难琢磨。我反问一句，我如果用白糖换下耗子药呢？那明天的饭里准有甜味儿。谁要是敢不吃，谁就原形毕露。罗密欧跟陆锦绣赶着饭点去喝大酒，我觉得姓罗的是最可疑的。
动机呢？罗密欧进了菜刀班以后，他被咱们给整得披头散发的，他心里有怨气啊。哎，你没听他讲那个洋话剧吗？朱丽叶为了能和相爱的人长相守，假装服毒，罗密欧信以为真，也跟着服了毒。后来朱丽叶醒了，自己拔剑自刎了，句句不离毒字啊。第二天，他就把耗子药给买回来了。不见得。有一个人一直盯着我们，根本就没有吃窝窝头。你是说赵川？对，我认为他比罗密欧可疑。哎，那简单，把他们俩都抓起来，一顿穷揍，总有一个招供的。那不成，我不能殃及无辜。你咋想的？人家恨不得把咱全窝都端了，你还心软啥呀？你别忘了，我误杀过你的同乡，这种错误我不想再犯。你觉得错了？伙计，我只想跟你说一句，这次你不但是救了我，而且还救了炊事班所有兄弟的命，你不欠我什么了。哎，陆锦绣，醒醒，醒醒，我跟你说话。我有话跟你说。罗密欧挺好的，咱不能老欺负人家。这个不重要。你知道吗？龙四海可能怀疑上我了，怎么办？慌什么呀？陆氏针法，天下无双。还没醒酒呢你。龙四海，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你。是不是要开打了？是谁泄露军情的？后勤处大量购粮，不但要开打，而且是拉锯战。就你最明白。郝文宏纠集三个团的兵力，想进犯我解放区，尖刀连负责在虎头崖一带埋伏阻击。咱们的对手应该是胡大炳的保安团。哪个胡大炳？别打岔。你怎么猜着的？我跟他交过几次手，这个老小子是大地主出身。抗日那会儿，他给鬼子当过维持会会长。抗日胜利以后，这摇身一变成了保安团团长，在鲁南一带经营了几十年，对山区的地形是非常熟悉。国民党正规军为了保存实力，肯定先派他试水。保安团百十号人，打不了硬仗，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动不动就打家劫舍，解放区的老百姓没少遭他们祸。所以说硬骨头好啃，老泥鳅难拿，所以这次千万不能让他漏了网。对，你看